心脏病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想，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怎么帮啊？明天一早，你就知道了。兄弟，成了，我们还要最后再试试的，还要试试。
周长官，您上厕所呀？干你的活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刘长官，您总在这看着我，我这个什么心虚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什么可心虚的呀。那就继续干活。是是是，我继续干活。小眼儿，你的那些鬼心眼儿，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我。跟着，走，更好了，快点，走，快，快走。
哎，兄弟，这只是二妹子，该不会把咱们给出卖了吧？很多时候，该冒的险必须要冒。哎，周长官好。你说你不去倒马桶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哦，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向周长官汇报。 周长官，三号楼的下水道堵了，我想跟您借一根长杆子通通。您不是说？ 以后不论什么大事小事，都向您汇报一声吧。哎，我周长官，您忙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我自己想办法。谢长官，请张大，咱们进一步说话。 这什么意思？啊！咱明人不做暗事，说，翠红的事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说过，你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合作。听着，你捏着我的事儿是小事儿，我捏着你的事儿是大事儿，好好合作，对谁都有好处。 姓张的是大大的，不是什么夏大。你去找周八了吗？周八找你，可不是一年两年了。周八找你，可不是一年两年了。我姓郑的是大大的，不是什么夏大。你去找周八了吗？周八找你，可不是一年两年了。我姓郑的是大大的，不是什么夏大。你去找周八了吗？周八找你，可不是一年两年了。我姓郑的是大大的，不是什么夏大。你去找周八了吗？周八找你，可不是一年两年了。我姓郑的是大大的，不是什么夏大。
我是周八，给我查一下，昨天晚上是哪个犯人打扫我的办公室？ 文俊娟，到。长官，我走一趟吧。周长官有请。是。哎，长官。走。哎，长官辛苦啊。哎，周长官，人带到了。哎，长官辛苦。 周长官，您找小的？这个是你的吗？这个，说，是不是你的？是，是小的的。怎么会在我的办公室？可能什么？可能是昨天小的。 玩的时候不小心掉到您办公室的，这是小的平时变戏法的一个玩意儿，是想逗别的长官开心，能赏小的一根烟抽，小的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你可以走了。是，谢谢长官。 隔了山一处民宅，发生了一件血案。一个年仅4岁的小女孩被入室的盗贼误杀。你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吗？嗯，谁啊？是周八的女儿，而那个入室行窃的盗贼就是郑小燕。郑小燕？对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一切。 都是因为纸鸢堡上面写的那个女人。你是说春香楼的翠红？不错，这个翠红是当年春香楼的头牌。郑小燕为了讨好她，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，这才入室行窃，不想误杀了周八的女儿。这个案子一直都没有破。周八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这么多年。 长官辛苦。
让人帮我换马桶啊。
口水。李处长，请。孙馆长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请李处长放心，对沈飞的审讯工作，白山馆一定竭尽。卑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李处长的意思是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抓住这条大鱼，是希望借此挖出他们下面更多的鱼来。这个所谓的游击战专家，虽然对共匪十分重要，但
文轩，哎，桌子还有凳子都要打扫干净了啊！哎哎，行行行，长官您瞧好，一定打扫干净。好好干！哎哎哎，麻利点啊！哎哎，好。哎哎，啊，上次室内烟炮怎么样？好啊，我。